好，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哈，这是说三种差值法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最一般的形式啊，就是设 ABC。那这个是牛顿差值法，这个是拉格朗日差值法。好，其实你要说他们也是一样嘛，都是有三个未知数 ABC， 只是它假设的方式不一样啊。牛顿它是一开始就设 A 加上 B 倍 A 减一加上 C 倍的 A 减一 A 减二。那拉格朗日它是长成这个样子，就是 A A 减2减 3， B A 减1减 3， 跟 C A 减1 A 减 2， 好，就是说你对拉格朗日呢，其实如果你真的懂，你要看出来是这个样子哦，你不要去记这个很复杂的样子。好，那其实呢，你要接着呢，我们就要去比较一下，就是说这样子的特点是什么，这样子的特点是什么。牛顿差值法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说，他不想要一次解三元的联立方程，所以他怎样呢？他就让他一次解一个，这是牛顿差值法最核心的概念，就是说他一次去处理一个，所以就变成是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说一开始这个 A 就是先找符合一负二的，带一是负二，那我就可以解出 A 是负二。那接下来呢 ，A 是负二之后，我再去找满足这两个。可是前面这基础带一的时候呢，这就是说你先一带进来的时候，其实这边扩张的时候，原本这一的结果不会影响到。好，那我是可以这样子再去控制这个 B 的系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希望前面两个满足，我希望要找第三个。那所以你这个就是要让你前面的结果不会影响，再继续扩张。所以就是说，我就觉得牛顿差值法这个就是怎样，就是迭代法，就是一次一个，再两个，再三个，那我简称就是他的站在巨人的肩膀。前面的结果你要妥善的利用前面的结果继续扩张出去。所以他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对，他最主要优点就是说，我今天如果再多一个第四个点进来，那我一样方程式我就可以再假设，就是说 A 减 1,A 减 2,A 减 3, 前面的结果是要保持，那可以继续把它延伸使用。好，那拉格朗日他其实比牛顿更厉害的哦。牛顿那时候是怎样，把三个未知数的问题一次解一个。那拉格朗日就说，我连方程式我都不想要解，我一口气就要写出答案。好，其实一口气写出答案的意思就是写成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其实形式上我们在处理，我们就是把它想成，就是他是把一个大问题拆成三个小问题。好，这三个小问题比较好解。好，所以就拆成这个问题加这个问题加这个问题。好，所以你在阅读上呢，其实你要去看一下，其实你不要看下面是形式，就是说你这个式子呢，就是要找怎样，找带二为零，带三为零，带一为负二。带一为负二，你可以这里可以带进来，就是说一减二，一减三，就变成什么呢？就是负一乘负二。那你今天要带一为负二嘛？这里就是在乘一个负号，所以 A 就是负一。所以牛顿的精神就是说一次处理一个。好，那像这个式子呢，对，像这个式子接下来就是在找这边的，就是一三是零，好，带二是负一，所以二带进来就变成什么，一乘上负一，那你希望它是负一嘛，所以前面就乘对，这里是更正一下二，对，这里就要再乘一个负，这里就要乘一个正一。好，就是你也不需要再去除了，就直接算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这个是1020，那带3是多少呢？这是2乘上1。好，所以你希望这边是怎样？这边就要乘1。好，所以我就可以解出来 A 是负 1,B 是 1,C 是 1。好，就是直接去带，不需要再回到这个式子。你这样子牛顿差，你才会觉得拉格朗日差值法很漂亮。不然你每次形式先写完再约，你会觉得很烦。好，那可是这个方式呢，它虽然可以一次写答案，但是它怎样，它就没办法像牛顿这样子。如果今天有第四个点进来，第五个点进来，你感觉就要重算。不过我觉得它有一些优点的地方，毕竟这个方法晚了大概将近100年。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数据改变的话呢，我可以迅速调整。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只是怎样，你今天如果只是把这个刚刚发觉2是负1这个点算错了，应该是2要改成3，那这边呢你就可以迅速去调整。所以对于
资料的数量已经确定，但是资料的内容要调整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问题适合拉格朗日法。但是如果资料量呢会一直在进来，一直在进来，就它可能是三个点、四个点、五个点哦，这种东西还不是很确定的话呢，那这个就是一个牛顿差值法的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。好，所以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再去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呢，哈，你要去掌握到哈哪一些方法它适用的场合啊是什么。所以牛顿差值法适用的场合就是什么？资料会逐次的进来哈。那拉格朗日差值法就是说，资料可能数量定了，但它有时候会在一直会微调，那就是拉格朗日差值法。好，那他们在解这个问题里面，一个核心思维都要抓到。牛顿差值法就是什么？迭代法啊，就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那拉格朗日差值法就是化繁为简，以简驭繁，就是说先处理很多零的，先处理两个零，把它拆成三个、两个零的问题，然后再把它组回去。好，那这两个方法是在别的地方会再继续用到的一个精神、一个概念。